我问一下哦，62兵如果用兵力韩月太渊有可能过吗？你在看何处？月影黄沙，暗河银环。兵力韩月太渊，这就是于天国的那位国主向你所指明之处。苏初应该不够，确是此地。苏初应该不够。汉帝身边的那李夫人费尽心思，因为他后面有个问题是兵的话，韩明成要暴击啊。于天国主倒是意外之喜。你兵要暴击才能破他那个剑伤、啊、可是你兵李韩月太渊都不太能暴击、啊、地脉节点，所以你那个因为他每个月都会加嘛，所以说你没有暴击的人，你就很难把那个盾破掉。能凝出星耀之力，须得一试。他那个兵麻烦就是你要用暴击去破他的那个。所来之幽界全然不同。我等虽在战国之时盗得此界，却也未能完全知晓此间之谜。此番观这楼兰，张立伟现在加入刚刚好有光峰加兵力十五天后，没有兵力迟了后加入，真的才追不上。所指之处当不会与我们所找的地脉节点相差太远。可以转换其他绝角的碎片吗？那国主总对你存了份探究，除非有那个词，你我打听地脉，有那种可以互换词，从未直白言说。对，还是说他会不会出什么？事情早有预料。他即使出也是都是卡词的、啊。即使是对他后面就是上次我抽那个嘛，那个风寒月跟殷建平的，我风寒月一出，那这边太渊风妈加狐狸或玄机呢？我风寒月一出二嘛，就可以换殷建平了，特别卡池才有啦，可是你还是要抽啦，你还是要抽，抽到之后才有那个道具可以换。换碎片迟出的时候，我应该都还没凑齐一只爵。好好好，哈哈，此物甚好，想是能助我成就一方霸业。这大王，此物乃墨家流亡期间传来此处，墨家被驱离，与此等机巧不无关联，此物势必不祥。狐狸或玄机应该可以，不过方寸，人不过万余，狐狸也可以。所以你要想办法去破他那个法，只要不要暴击脚之事宜，万不可妄求。换碎片是给土豪用的，跟梦战一样要抽到六星两次才能换另一个吗？谈何夏侯玄机风妈哪个值得养六星？一次就好了，听你解释一次就好了，抽到一次就好了，你就会拿六十片换六十片。放肆！竟胆敢在王前拔剑，大胆！所以说这边的兵力就有定魂了，进度超前的兵力。索尔大大慕容玄机和子峰哪只优先练？25级怎么开定魂的表情符号大笑？他作弊啊！作弊，知道最少是作弊的吗？人家等级还没到定魂就出来了，作弊。这年头就是搞作弊的。我看我先你一步有定魂的，不讲武德，见识礼义。十之细似横线五梦，刺杀昂卯一直落雷 NPC 好烦啊！别人家的兵力都不让我失望。那个昂卯超烦，那个我都不敢打，我看到那关我不敢打，我没有火，我更不敢打那关。阿卯就反了，我 连打都不敢打。见识礼义，禀奉神旨，见识。他那个阿卯雷的情况下，你要一，就是你背后火脚一打那关，你会打到吐血。我还是等级高点。汉人常言道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
库扎，即使有人前来，不妨叫他们来试试这些墨家技巧。哈哈哈哈哈！有了兵力加封，寒月不会玩，任务根本解不了。不会玩。周天子末时已成往事，百家不在。终于看完黑还不会玩，这两个这么讲的呢？倒真是意料之外。主练兵离赴风寒。蜘蛛过来。前期速通，剑石领域一堆蜘蛛，剑石领域四横线五我刚过，只是成就少一，五回合内打倒昂帽。我要睡觉了，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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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第二个需要买，看你有没有需求啊。这个要不要买都是看你有没有需求。这因为我不会知道你有没有需求，所以我没办法回答。哼，倒是有意思。冰林，是，不会再让此等死会之物入你眼。见识领域。今天的幻海活动好像比前两天难。因为等级会越来越高啊。他的关卡等级会越高啊，你就越能打。有用脑就还好，倒是厉害人物，只是不知道你们要如何对付这神机车呢？他主要是靠这个地形，你等级不够的时候是靠这个地形在打啦，等级不够的时候是靠这个地形在打。他将会吃补血，我要躲哪一躲？先把它变过来。剑石领域。剑士。这样都没死。只让他们进去陷阱吃机关伤害拿成绩，对，不会太难。引诱阿呆电脑去战炮火区会容易多。对，这关键主要就是靠这个神机车在帮你。你等级够高就压的嘛，那你等级不够高就是他靠这个神机车去打他，打下去那个伤害，因为这个剧情是还好，之后你的那个挑战打下去还蛮痛的。
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楼兰王，你可知此类精妙机关出自何处？稷下学宫，据此论剑。论剑，呵，质以渤海，纵以长身，训以五行，论以行德，淡于阴阳，不晃春秋。万物之序，各依其法，天地有形，循其规制。草木为剑持于手，察形势突刺，甲胄尽破。无剑，论定世序。你究竟是何人？远方来客，黑鹰海岛外国腔，成就霸业。那是要把他装作是外国人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我拿十片。还有，霍佑，你我不是只来此探查。下一关三成就好难。你怎突然改变了主意？你可是也看出什么特殊之处了？但此处不日将成地脉节点，确为实事。届时天地二脉轮转之点将交汇于此，这里将成生与死的交汇。最后一关更难打。想来刘唐的生死交环，楼兰在新疆了，应该不是汉人了吧？带动九天魂动仪的运转。霍佑，生与死，死到底是什么呢？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冰离。死或许才是生的起点吧。轮回想来与你我了无干系，便是这天地尽数成灰。但想来蛙皇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届时要如何才好？不论如何，这都是你我的使命。不过想来你的担忧也不无道理，毕竟山海光明之后，蛙皇似已发觉什么，将神识投入轮回。不过他不会发现这里的，此处乃传说之中的猛寺，古神陨落，蛙皇定不愿来此。何况我们可以用楼兰为烟幕。